今夜多谢，但这么查案，有损你京城第一神探的名号，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。名号纯属虚荣，怎能与你身家性命相比？多亏有你在，这我不好独占功劳。今夜破局者主要还是靠你自己。若非林娘送来的第二幅血书，暴露了真凶的来历，我也想不到。大人，不好！ 刚才有个乞丐送来一幅血书，上面写着“通敌密信，祸心暗藏，子承父业，恬不知愧”。子承父业，恬不知愧，指涉的已不只是我的密信，还包括父亲的王室。对方认定父亲当年通敌，导致南征军全数被歼灭。时隔那么久。 除了我，还有什么人会对此事耿耿于怀？此人一定与当年的南征军有关系。只知道是位年轻姑娘，让她今夜亥时把血书送过来。是位年轻女子，这梯子呀，只有我们戏班内部人知晓。且是戏班中人。莫问，你方才查戏班中人的宫宴，是否有位年轻女子？ 与南征军有关。回想刚才我调查时，戏班中的确有个剑南道来的武姬。再深入一查，此人果然就是南征军的后裔。想来，他一定是潜伏已久，伺机复仇。他先是偷了珠子，杀谢豪，放血书，不但要我死。 还要让我在死前身败名裂，此人既如此精心筹谋，想必绝不会允许计划失败。这倒让我心生一计，可借力使力。凶手韩嫣已经认罪了。好，算了算了，都算了吧。啊！至此，今夜在半月楼掀起腥风血雨的凶犯，终于现出真身。 他这韩言不是真凶，却认罪伏法，如此一来，岂不前功尽弃？所以他必须尽快取出珠子，将我的密信公诸于众，以反转案情，置我于死地。而我只需要让旭东盯着他。 便能人赃俱获。若非他步步如你所料，今夜这场戏你可就唱砸了。珠子是林娘的最后一招，事已至此，他无其他计可下。接下来更棘手的是，今夜案子要破，又不能把林娘交出来认罪。我只能逼韩嫣配合我，另起一出戏。 但要让他同意与我一唱一和，就得先让他看清郭允的真面目。那个郭允自作自受，要不是他对韩嫣这么狠毒，我们也找不到突破口。这个韩嫣还真是水泼不进针，扎不穿啊！我俩一路披荆斩棘，被一个青楼女子给呛住了。当时虽然没能击破韩嫣。 但我再看那包保胎散，突然明白一件事：郭允为人薄情寡义，又碍于岳父的颜面，不敢开罪正气，他怎可能如此贴心，替外室保胎？你的意思说，郭允在这保胎散里边动了手脚？你方才说。 这保胎散里的干姜是郭允专程为你加的，是，这便是他害死你孩子的证据。这保胎散里大半的干姜其实都是白鸡，二者相似，不易察觉。这干姜换成了白鸡，若是有孕之人服用，极容易引起小产。不可能，郭郎不会害我，是你挑拨离间。真相如何？你自己尝尝便知。
都说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为何如此狠毒，竟能面不改色，害死自己的亲骨肉？若姑娘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今日便是惩戒他的好时机。事成之后，蓝某定助你改头换面，离开这伤心之地。蓝某希望姑娘考虑清楚。大人想我怎么做？若想让太后相信这出戏，韩嫣不仅要咬出国运，还得咬得一波三折，肝肠寸断。至此还差最后一步，恰好可以让张平来完成。今夜太后已对我起疑，唯有让局外人抓住凶手，才能打消太后疑虑。走，去找贾老板。我趁张平去找贾老板，让人在火柱上做了手脚，之后张平沿着我留下的线索锁定了韩嫣。与此同时，许东把西角助理的密信更换成假的，放入了韩嫣房中，而韩嫣则在太后面前按我们提前对好的说辞认罪，假意指认我通敌叛国，点出珠子的下落。他通敌的罪证就藏在一颗犀牛角做的珠子里。现在在何处？我屋中榻下。若非你急中生智，加上那个愣头青张平配合，今夜你就凶险了。如今危急四伏，行事自需小心。这韩嫣终究是个可怜人，他的事儿就拜托给你了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安排人送他出城。裴之，那这黎娘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先押回府再说。他能设这么大的局阴你，绝不是吃素的，务必小心。先走一步。Thank you.
徐东，徐东，徐东，蓝蛋和林娘呢？糟了，蓝大人出事了，怎么回事？快醒醒！速去刑部通知王大人到中文港增援。嗯，是。中文港，南征军的一关冢。待长剑细写轻功，手伸离席行不成。中港墙西不可临，魂魄一息未归雄。男爵，你认得此地吗？仙客中隐，柳公慧文之墓。我知道你所为何来。你认为南征军冤死战场，是我父亲通敌所害，但此事另有隐情。我父亲刚正不阿，绝不会叛国。那南征数万大军又是怎么惨死的？家父刘文曾是剑南节度使，我自幼跟随他在军中长大。父亲的袍泽叫我骑马射箭，传授我武艺。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家人。八岁那年，南京告急，我父亲忠心护国，率军御敌，但他们整整几万大军奔赴疆场，却一个也没回来。这一切都是被你父亲所赐。我为他们收尸的时候，漫山遍野的恶狼在啃食着他们的尸体，他们每一个都被啃得面目全非，连一具全尸都凑不齐。而我只能寻回几件衣物，埋在这衣冠冢下。今日，我要以你的血为祭，告白他们的在天之灵。凤开冢。如果不是你父亲，此刻南征军众将士或卸甲归天，子女成婚。而我将挽强弓，想烈马，与父亲驰骋沙场，谈笑杀敌，而并非像现在这样为父之仇恨漂泊半世，夙夜蛰伏，只为今日。
爹，这杯血酒几碗了？男爵，被弃置荒原，饿狼啃吃是什么滋味？你想感受感受吗？今日。我也让你尝尝这滋味。居然追到了这里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们了。是挺不好找的，这地儿太大了。你也同那谢好一样，是蓝爵的走狗。我不是为他来的，我是有个线索没弄清楚，必须问清楚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火烛山的护甲油，到底是谁涂上去的？是你还是他？我当时被关着，可没这么长的手。那就是你了，是我让徐东涂的。你为何三番五次利用我？今夜我要脱身，必须找一个假的凶手给太后。只有你来破案，太后才不疑有他。哼，阴险狠毒，火如乃夫。你。问完没？问完赶紧滚！好，马上走。你，程平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啊！你，像你这种人，自然不会有人舍命救你。别痴心妄想了。但人我还是得救。他是有错，但该不该死得由官府说了算，不能以私刑了结。既然你想跟他一起上路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还记得吗？这是你烧气好用的松脂油。问完没？问完赶紧滚！好，我马上走。陈明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啊！但人我还是得救。一起去死吧！郑平。
江平，江平，江平，南镇居数万英里，今日是小人叛徒。黑石，南大人，大人。不要杀他！怎么，怕我死得太痛快？西斜清宫，守身离席，心不成。中刚强，西不可立。魂魄一息，未归雄。他临死之前也看向此处，可见是虎死守丘，待马一封。冢内医馆。便是他的亲人，能葬在此处，也算是有个魂归之所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莫文，中魂岗的事儿，还望刑部上下守口如瓶。裴植放心，今晚过后，没人再提黎娘两个字。张平的伤势如何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暂时处理了。大人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留着是个麻烦，倒不如带回府里，但把他看紧。是。昨夜半月楼一案。现已查明，此案乃礼部侍郎郭允构陷同僚蓝侍郎杀人栽赃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请太后圣上裁决。就知道郭允不是个东西，朕说过要在朝中寻一左撇子，好学会左手拉弓，还专程问过他，他不承认。这是欺君，必须严惩。蓝侍郎，没惊着你吧？启禀圣上，臣无碍。他定是看你文弱，觉得你好欺负。依朕看，要不你也学朕狩猎，锻炼锻炼。嗯，谢圣上垂爱。郭允恶德劣行，着革去官职，发原籍为民，永不录用。臣遵旨。礼部只有一个侍郎了，蓝侍郎，谨慎行事。臣定不辜负朝廷所托。臣有事启奏。启禀太后圣上，臣身为司天监监正，苦心钻研数载，终于设计出一座举世无双的魂像仪。此魂像仪以流水为动力，时刻报时，昼夜一周，
运行一年，误差也不过在弹指之间。可助圣人执掌天使。他这是要搞什么名堂？劳民伤财啊！柳太傅，你有异议？臣不敢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交由监正督办此事，尽快兴建。礼部和工部全力配合。遵旨。此案总算暂告段落。伤好些了吗？并无大碍。听我去劝，你爹的案子先别再追了，等过了这段风声再说。我入朝十年，蝇营狗苟，不就是为了查清此事？当年我爹的罪状中言之凿凿，说是南洞许以重礼，承诺封王封地。若真有此事，南洞王不会不知情，也无需隐瞒，只要见了他，便会知道真相。我知道，你与南洞独立司往来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穿针引线，引出正主。但是这条路凶险异常，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十年了，军中朝中我查了个遍，一无所获，我也别无选择。不是都说有个异域女子带着你爹南下，此人呢？都说她是南洞细作，但关于她，我是一丁点也想不起来。可惜20年前战败后，我朝与南洞断了通商来往，只有礼部尚书可领朝贡之责，出使南洞。要不然，你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，非跟那个郭允明争暗斗了。既已选择这条路，便是百死不悔。今日为官之祸，全当是个意外。他日三目加深，才世俗本分。打住！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怕什么？不是还有你在吗？大人，张平他突然不行了。张兄，大夫，张平他这是虽然受到刀伤，但也不至于此。老夫行医这么多年，从没有见过此等病症。唉，我看还是早点准备后事。张兄，这是一个论文，再加上把点面瘫给变卖了，刚好能凑一个棺材盖。徐东，差人选一副上好的棺材，将他厚葬了吧。是大人。谢良大人，谢良大人。张平也算与本官有缘，他的身后事就由本官料理吧。
谢谢蓝大人。你生前执意要弄清我为何投注，我不妨如实一告。那注中的确有一封郭以南斗独立寺往来的亲笔信，但我并非通敌，只是想打探20年前的一个真相。我有我的苦衷，你虽几次三番将我置于险境，但阴差阳错，也多亏了你救了我的性命。你性格刚烈耿直，但水至清则无鱼，若有来世，愿你不要如此耿贱。